两只脚真的没感觉，耐过耶。我在教他，如果当你脚麻，你那血流不过去，你就要这样蹲蹲，然后他血就会被你强迫压下去，有没有？这是我胡说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那你看一下那边怎么了？阿丑被阿丑被咬了。他才不会咬人嘞！噔噔，打开他的头盖。这篮是淘宝买的，对，灯是他送的，淘宝买的。下面全部都是 Lush， 我们超爱 Lush 的。Lush， 哦，这肥皂盒是我在日本大创买的，大创买的，盖不紧，装还不错，一个才28，你能祈求他什么呢？嗯，然后里面都是我买的香皂，是我这一波去买的。它的名字啊，好像叫什么 Ocean 什么的，我还是忘记。但它主要成分是苦薄荷，用到现在我真的很喜欢它。而且因为我背后有一点毛孔角化，我觉得我开始用这个洗之后有一点改善。而且它的主要成分是薄荷嘛，有一点点清清凉凉，但是也没有到会让你很刺激的那种凉，就一点点的凉感。如果你们第一次去 Lush， 什么最推荐？他们的肥皂又便宜又好用，而且是手工精油的。嗯，对，这个是蜂蜜蛋糕，蜂蜜蛋糕。日本的店员就跟我说，这是他们销量最好的一个，浴室有一块已经快被我用完了。它是真的洗起来，真是有一点蜂蜜蛋糕的香味，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很像食物一样，它就是一种清甜清甜，然后一个很治愈人的香味，真的是蜂巢的样子哦。一格一格，刚洗完，你看到我差点疯掉，我就马上把它搓掉。是密集恐惧要注意，是很恐怖。这个是冥想，他们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冥想。然后这个它后面还有写价格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我是跟他拿100克，只是因为他们手工切都会多切一点。对，你可以就是说你需要的重量，要几克就好，他们都听得懂英文啦。有些蜡烛有这种直接100克切好给你，就是比较准确的100克。然后这是手工切都会有误差，但手工切通常都有这种包装纸袋。你闻了你就会懂了，治愈人心。然后这1200的话，台币的话算360，因为可以用很久。因为它真的是纯手工，这个是那个洗发精，我一开始是只买小罐，然后后面我就洗完之后我很喜欢，我就去买大罐的。它叫 Daddy 是在叫爸爸吗？我查它写的是适合老人什么，就是它是一个帮助头皮健康的洗发精。对，它的味道是，就是它闻起来跟洗起来不一样。至于闻起来怎么样，你们可以就是买这种小的，就是它这种流沙。我就那时候就买了一堆试用，这个是 avocado 牛油果，洛牛油果，对，洛梨牛油果的洗身体的，洗身体的牛油果洗身体，然后它就是这种绿色。那洗起来真的有一点点牛油果的味道哦。你们知道现在台湾悠悠卡多好用吗？在 OIOI 那家百货里呢，台湾悠悠卡会打95，棒。然后我竟然没带悠悠卡。对，所以你们台湾的卡也要随身携带，我超意外，竟然是悠悠卡打折。悠悠卡，悠悠卡。Rose Gem 它也是洗澡的，然后味道是像是很久以前我妈有买给我一个玫瑰酿，就是泡茶的那种玫瑰，它也有点酒的味道。对，我喜欢用玫瑰酒。玫瑰酿，然后配一点美酒的味道。这个冥想的乳液，就是我旧的一罐已经被我全部分装在这个瓶子里。上一次不是说它的那个乳液需要抹的有点久，因为有点不好晕开。但是我发现，它吸收的很好。但是我也是刚涂完冥想在小腿上哦，我就马上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去洗手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滑滑的感觉。我看那个 Lush 香港官网翻译的是梅梅细雨。我想闻、就是、梅子的味道，你可以再打，是梅子的香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梅子茶的味道，对对。然后这一罐超管害我扛得很辛苦，而且我记得我买完它外面就下雨了，对，下大雨。这个是身体，上一次买的是这个磨砂膏，对 ，Magic Crystals。上次的它这个是紫色的，超像冰淇淋，黑色的，就是黑色，它新出黑色哦，这好像就是它最近又新出两款。这个味道，很熟悉，闻起来是有一点炭、梅子、巧克力的味道。它戳开来，我超浓厚的可可味。他们录完都会滑滑的。他们的磨砂我也很推。然后这是那个 Honey， 就
就是那个蜂蜜蛋糕的那个香皂已经被我用成这样，然后上面的蜂巢已经全部被我刮掉了，那个密集恐惧症真的受不了。它是真的很滋润，在冬天用更滋润，很明显更滋润的你。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很热嘛，所以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一款，就是那个苦薄荷的，就是它的泡沫是很绵密的蓝色，就是色素可能加很多吧。我们有一天不做 YouTuber 可能会去Lush打工打工。它的另外一个干燥花果子香皂，对，它上面本来有很多花，然后下面很多果子，现在是我的洗手皂，然后它的味道是很浓很浓的花跟薰衣草的味道。然后这是那个 Frank 的香皂架，这真的超好用的，就是你可以自由凹它的脚，我就是香皂直接这样把它放上去，很方便。噔，哎呦，好可怕哦！这个也是 Frank，这个我超喜欢的。我贴头要买就给他介绍了。嗯，跟你们看维尼的，这虽然在迪士尼买，但维尼的汤匙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虽然我还没用过，这个是那时候跟九妹拍片，然后去那个慕黑的星巴克买的杯子。我觉得它就是在那边看跟回家看不一样。这个杯子跟这个杯子，我那时候在那边看觉得这比较好看，但是回家看觉得这比较耐看。但是这个有快500ml的容量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大，大杯就是美。我觉得是光线啦，可是它比较工业风的感觉。这个美酒哦，真的很好喝。嗯，美超爱的，很好喝。对，我最爱的唐宁高级版，这是在银座的那一家乐天百货有的，然后是一个唐宁的专柜，他们那边有很多台湾跟日本卖的不一样，然后银座这种就是比较大的地方卖的口味就自然比较多。然后我买的是一个，这是一罐茶罐，然后是茶叶的，这是茶包。跟你讲，妹妹跟我一样是小包装控，她是小包装控，我是大包装控。Ice tea 冰茶，看一下这个的质感，盒子 ，Oh my god， 小企鹅在这，这只是外层哦，你来看它里面还是，是这样的，还有一个小企鹅，金边的企鹅，然后它真正的抽屉在这，哇，金属扣哎，抽屉耶，它是抽屉，然后不是很好抽，好抽，对 ，Oh my god， 里面一袋茶，赞。因为他们家是伯爵茶很有名嘛，然后他很明显会告诉你有什么更高等级，就像什么913茶王那种，就是茶还是有分更高级的。对，茶叶这个也是更高等级，重点是还有加玫瑰花瓣，真的很香，它那个玫瑰的香味。中目黑那个最大星巴克，它有一个专区卖茶，很酷哦，第一次看星巴克卖茶叶。哦，喜欢。然后这一罐我记得是1600日币左右，还是1800？我觉得它闻起来超级香的。看一下内容物，它茶叶都是各种混合，就不是单一的那一种。柑橘、薰衣草、智者，柑橘、薰衣草、智者，哪个智者 ？CH 是智者，智慧的人。哦，智慧的人。接下来是唐吉诃德买的。巧克力饼干，我跟你讲超好吃，一下子都被削光了。这个超好吃，这是什么 Nutella 版的饼干了？对，饼干了。然后它就是里面有包巧克力酱，6包，很好吃。你拿反了，自从哪一次你是怎么买过之后，我就有一种就是没事就想吃薄荷糖的坏习惯嘛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家薄荷糖很好吃啊。你最推是哪一个？这是他新出的梅子口味啊，就没有必要买。然后这个比较凉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白色的，白色的这一款，我觉得它的凉度最刚好。然后这个我好像吃过，好像凉到有点苦苦的，这个我还没试过。黑色的，哇，就是这种唐吉诃德松本，反正哪里都买得到，超商也买得到。对，然后它还有出这种比较大的，吃起来我真的给每个人吃，他们都说真的有一股中药味。哦，就是真的有一股中药味，很妙啊。可是我喜欢啊，不讨厌，不讨厌，我能接受的中药味。对，这是它主打是对喉咙好的。猜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维尼 Lindor 的巧克力。我喜欢。也有卖。对，但是那时候在哪里？锦觅体，锦觅体那边有一个百货公司，也是 YOY 哎。对，然后它就是有一家它的专卖店，然后又有卖冰淇淋或喝的，还有这种很多口味的巧克力，就是你自己选，它有一圈，对，你自己选，自己挑自己选，然后它帮你包好，然后很多口味都是限定的什么的，然后都买不太到。这边买的就是全部都是那种限定的口味，有什么抹茶的，再来是
维尼脸盆脸盆也是在迪士尼买的啊，但是重点不是维尼，是里面的隐形眼镜。我这次买了很多，这个是 Potato 一直有在戴。Leo Moon， 我现在眼镜就是这个，这色号叫什么 Water 对，很好看，伊洛伊自己出的隐形眼镜啊，伊洛伊出的，真的是多才多艺，好猛哦，就是它的 Vintage 的绿色，戴起来有点灰灰绿绿的，然后很像贵族的那种猫眼的颜色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它的咖啡色是复古感，就真的是 vintage 感的咖啡色，我觉得也很推，所以这是我两个回购的款式。这个 Luna 牛仔包装的这个，哦，我跟你们讲，隐形眼镜哦，要去那种，如果你有到那种比较偏僻，因为我这是在慕黑区的唐吉诃德，中慕黑，中慕黑区很少观光客，对，如果观光客多的地方，那种夯的色号你根本就是很难买得到。然后 Luna 是因为那个 Pony 大神，就是那个美妆 Pony 带过，所以大家都抢着要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好看。如果我 IG 开了，我再慢慢拍试色给你们看。求 IG。好，那每一个半套 run tour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房间很乱耶。谢谢啊，明明就很干净。你这次买你最喜欢什么？都很爱，哎，还蛮理智的哦。你买的东西你都喜欢，就是我觉得买东西要这样，就是少而精，就是你要确认你真的很喜欢再买它，不然回来之后你会讨厌它。希望你们在东京也可以买到自己喜欢，然后回来看的也会很开心的东西。我觉得你们如果爱喝茶，一定要去唐宁的银座店看看，感受一下。虽然贵，可是很棒的回忆了，对我来说很棒，买回来一直都很开心。对，好，希望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些，我喜欢大家也要记得订阅 Coco 酒精 YouTube 频道，同时常常也要记得打开酱油影片的时候才会。Facebook 搜寻 Coco 酒精，给我一个赞，就可以 follow 们。那么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我不想碰，走开了，再见啊，外带。哇哇哇哇，阿麦阿麦阿麦。